大家早，我是天使幽灵，现在是早上的7:30。我其实6点多就醒来了，因为我梦到噩梦了。我刚刚重新开了游戏，我不知道画面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。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，它其实这个游戏在一开始不是有问我说这个是不是我的名字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名字，这个 Wendy， 这个是我的本名，前面好像说过了，对。那它是电脑里面我输入的，就是使用者的名称。可是我虽然，后来想一想，也稍微查了一下，觉得说可能想要回去，本来想要删游戏，回去换名字，这样就不用每一次都要自己带入其他名字。可是又觉得这样子好像就没有真实感了，没有像，因为这个游戏的本意就是要把我们的名字带进去，让我们好像也在这个游戏里面。然后他们是知道我在玩这个游戏的，这种感觉就不一样了，所以我就还是继续保留这个，对。而且好像说，我就算删掉，把记录全部删掉，我再重开，他会有印象说我是有玩过这个游戏的，他会有一些记录，所以我想说就继续玩算了，反正无伤大雅嘛。好，幽灵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是啊，哦，有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突然一片漆黑，所以这边指的是我，哦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，这边指的是我在那个上一次突然就直接关掉游戏了嘛，所以才会出现这个状况。有，我还只能选上或选下面了，好吧，那选下面咯。阿罗拉，阿罗拉，你去哪里了？幽灵，你有听到吗？阿罗拉，我觉得他是从东南方面传来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去东南啊。他不是先跟我说北方吗？我们应该要先去北方的村子，对不对？对不起。哦，覆盖着村子大多数的绿苔藓已经变得暗淡了。要不是陆地边缘上还剩下那些条状地带，人们很容易就掉到海里去。没有光线，人们很难辨别陆地和海水。他们这边是装的什么？萤火虫。啊，因为我们这一次是直接关掉游戏，所以他就等于是昏倒，他就没有做梦了，没有看到梦，所以最好还是找床，对不对？哇，说不定睡在床上的次数有限，还没有做好。但是你们想吃炖菜吗？我不饿，但是很感谢你。我只能给救世主贡献这点东西了。哇哦，那个不是太阳吗？是的，你拿着太阳哦。它不热吗？不是很热，它很漂亮，也很暖和。煤炭。哦，大家都做一样的饭菜就是了。哦，你这样转圈的话头会晕的。我就是塔楼啊。爷爷说以前塔楼会不停的转，给世界带来阳光。我也想试试看。所以我到这里了。我觉得只需要给我点时间。上周我出去钓鱼时看到有更多这种方块，但我很清楚绝不能靠近它们。方块，朋友，他们不是好东西。爸爸说世界已经病得不轻，但是天使幽灵可以让它变得好起来。你是天使幽灵吗？算不上，我只是他们派来的救世主。不过我可以和 Wendy 讲话，我可以和幽灵讲话。哇，那是什么感觉？真的很棒。杨妹。世界正在慢慢的崩溃，但他仍然试着活下去。我觉得无所谓，总有一天世界会最终会放弃这场战斗。我只希望那时我已经不在了。我会努力带回太阳的。那也解决不了问题，就像一位女士说的，但不要丧失信心，没有太阳世界会消亡得更快。至少我相信每个人都想再次见到太阳。
陆地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崩裂，我不愿想象这一个镇子最终会被汹涌的大海淹没。我们会找另一个定居的地方。跳蚤市场吗？哎呦，哎，他们好可爱啊！他们都带着鸟的那个头饰。你来这里交易啦？交易？是的。你有没有想要处理掉的东西？跟我交易吧，我会给你东西作为回报的。嗯，我们有那样的东西吗？幽灵？这个很漂亮，我不想要给。过来试试看。嗯，哎，硬币，是的，有个家伙愿意为了他们和我换他最好的东西。哦，就像有一次他给了我那个播放音乐的小机器，我不懂他叫什么，就是要上紧发条的那个八音盒，就是那个。真希望那家伙赶快再过来，我好久没有见到他了，我想再跟他做更多的交易。嗯，也是呢。那什么，一本书？我不太确定是否会要一本书。我不识字，好吧，他都不能换。哇哦，一堆闪闪发光的东西呢！玻璃碎片、玻璃球、空玻璃瓶，为什么全部都是玻璃？小段的线、染色的羊毛、普通羊毛、碎布。一个生锈的水桶、废金属贝壳、一些岩石。顺便问一下，这些东西是来干嘛的？我觉得这些都是好东西。洪水会冲毁我们的农田，但不能带走我们的鱼。哎，有牧羊人哎，你好。我需要人帮我赶我的羊群。哦，我可以帮你。我在家里看过大人干这个，只要把他们赶往前赶就行了。嗯，但你还带着太阳。啊，等等，你能不能帮我看着太阳呢？不行，我不过是个牧羊人。嗯，好吧，你有空的时候再回来吧。如果你帮我看照羊，你会获得回报的。他看起来像是放灯泡的。不行了，好吧。没有太阳，庄稼都长得很糟糕，也不知道剩下的能源还能用多久。请快点救世主，你得抓紧。我会尽力。我们这边都逛过了，那我们就去下面吧。哦，他刚刚说东南方那边大概是这里吧。有看到了。嘿，你好，你看那个小女孩了吗？她比你矮一点，而且等等，那个是太阳。你是我们的救世主吗？是的。我的天哪，请原谅我的失礼。没事。你在找人吗？我妹妹已经三天没见到她了，我到处找，但是她长什么样？比你矮一点，披着长长的蓝头发，头顶上有两片蓝色羽毛。很抱歉，我没见过这样的人。你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什么时候呢？在废墟里。他说他要去森林，所以我在这里等他。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。机器人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调查站。你好，你是西鲁巴彭多博士带来的吗？不是。哦，那没事了。好吧。哦，红色的，你怎么变成红色了，不是绿色的呢？应该说是紫色而不是红色，但是你的眼睛之类的是红色的。我到这里来是为了采集这周的鲜材海鲜样本，我很快就会返回城中的目的地。我知道了，我负责采集海鲜样本。很好。大家好，这是古灵的主电发电机。哦，幽灵和我之前修好一个，在海洋的另一边的这个地方。这台发电机现在不需要修理。嗯，你们已经有电了。现在荧光树受到新法律的保护，请不要看吧。我没有。最近荧光树的生长速率下降了。好，
爸爸几岁？项目正在进行中。你好，人类。你好。我收集到了一个水样副本，你想要吗？我的程序指示，你们有机生物生存需要水分，所以我要把它给你。好，谢谢，我们就收下了。好，我们有装有水的试管。检查异常。那什么东西？一出异常。是的，但是我这边也有 glitch。哦，太阳，你就是救世主。你正要去塔罗的路上吗？嗯。你可以穿到这面墙到 refuge 去。你得先在这个卷轴签上你的名字。好的。你有笔吗？嗯。没有，我的笔丢了。你可以在柜里再找一支。好吧，所以我们要找到一支笔，才可以前往下一个地方。你找到笔了吗？没有，不好意思。哦。你好，人类，请务必注意下面的废墟一部分是洪水造成的。哦，我们不应该来这里吗？没有直接危险，但是并不建议住在这个地方。完了，我没有在记录，我会不会迷路啊？你好，又见面了，天使幽灵。等一下，我的背景，你们看。我的桌布变成这一个了。你好，又见面了，铁石幽灵。看来你又需要我的帮助了，否则 Nico 将无法前进。这次你基地上最方便访问的地方就有你需要的讯息。你看到了吗？还没有。我知道，作为上帝，你不可能这么聪，你可能不这么聪明，幽灵，但应该不难，只要稍微找找就行，真的不难找到。小朋友被困在里面了。怎么办？我是出来了吗？不是，我到另一个地方了。是不是越来越暗了？救世主，难以置信，你真的存在。女士，你还好吗？不太好。我们应该把你带到村子去，说不定他们能……没关系，没关系的，对我已经太迟了。但是。太阳，我已经好久没见过，好久没感受到它了。救世主，如果不是很麻烦的话，是否能够把太阳借给我一段时间呢？这会让你好起来吗？不，它救不了我。我只是想再多感受一下太阳的温暖，就在我要离开之前。那样，这样的请求会不会太自私了？我怎么办？他快死了，我们也需要一个人帮我们拿着太阳，对吧？好温暖，我已经几乎忘记了，真温暖。这很棒，对吧？藤蔓现在应该已经消失了，我再也不怕了。哦，藤蔓渐渐褪去了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我找到了一位植物人，他快坚持不下去了。我刚刚把太阳给了他，但是他说对他来说已经太迟了。我明白了，我需要把这个情况向城市报告。啊，完了，他去打小报告了。是通过来的。是这个谜题，我看一下我们的桌布。是不是？
得了。两根羽毛，哎，桌布变回来了，我的甜甜圈回来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回到游戏里面。你救了我，谢谢。我被困在那里很长一段时间了。你是阿露拉吗？你知道我的名字？哇，救世主真的什么都知道呢。实际上我刚刚见过你哥哥了。哦，对的。天哪， Clemens 一定担心坏了，你可以带我去见他吗？等一下，你怎么知道我是救世主？我没带着太阳。你的眼睛啊，你的眼睛让我想到了太阳。哦，这就是为什么你是我们的救世主，对吗？我所在的世界里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眼睛。家所在的世界？是的，你看，我其实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。那个地方太阳是挂在空中的，而不是在塔楼里。你喜欢这个世界吗？我是的。真好。看 Clemens 一直说这个世界随着时间流逝会变得越来越危险，但是没关系，现在有你在这里，一切会让人变得更好的。是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有小伙伴了， RPG style。 然后我们去找哥哥，然后再去牧羊。Clemens， 阿露拉，你没事，感谢上帝。我被困在一个房间里，当时真的很害怕，但是之后救世主救了我。被困住在废墟中？是的，门口有奇怪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在海边看到那种漂浮的方块，你让我远离的那种东西。什么？那种东西现在蔓延到废墟来了，这可不好。别担心，我没有碰它，也没有受伤或是怎样的。可是如果情况越来越糟糕的话，我们就要找其他地方住了。那种方块到底是什么？坏东西，任何触碰到他们的东西都会变得很糟糕。任何时候你听到人们说这个世界正在衰败，都是指他们。很明显你也得远离他们。我会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感谢你救了我妹妹，我会永远铭记在心，救世主。叫我 Nico 就行了。哦，天哪，直呼你的名字会不会太没礼貌了？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只是一个和你们一样的孩子。那么你想参观一下我们的房子吗？好啊，好啊，走吧。啊，可恶，看来我没有办法跨越那个石块。真的吗？哎，我还冲在前面。我真的没想到这一点。等你住在这里一段时间，也会习惯这些残骸的。加油，我们的房子离这里不远了。欢迎到我家来。我知道有点简陋，但是不用拘谨，当自己家随意就好。啊，在这里呢。给你，我们想你带着它。哦，发亮的羽毛，好漂亮哦！哦，一根羽毛，而且边缘是金黄色的，这是伟大的先知留下来的神圣羽毛。哦，真的，他就是我们爸爸以前认识那位老太太。他的羽毛会在黑暗中闪光，而且他能够看到未来。什么？或者类似的什么东西？在他死前，他把他的一根羽毛给了爸爸。爸爸想把他当传家宝传下去，不过感觉你拿着更合适。你确定吗？完全确定。我也觉得这是爸爸所希望的。谢谢。哦。超漂亮的。太
阳怎么了？我把它借给废墟的一个人，他说想在最后感受一下太阳。哦，你说的一定是麦子，这是他的名字。他是一个强大的植物精灵，他曾经保卫着 Glen， 但是太阳逝去之后，他的状况便急剧恶化。哦，你能找到他真是太好了。我觉得我们现在救他已经有点太晚了。我知道，但他现在能看到太阳真好。哇，哎，书的封面上有三叶草标志，就像……哦，我的书！天哪，我还是得读完它哦。这是朋友送给我的冬至礼物，实际上这本书是他写的，教会我认知的人也是他。哦，我还有一些他的书放在某个地方。是我的，我去年不哦，它是一只狐狸，会讲话。哦，真好。看见你进院子里了，我觉得我们要跟着你。我也是。好。看起来以前是通往某树的路。嗯，通往圣地。我们很久没去过那里了。要知道，我们没有去那里的路了。没船，这里没有人会游泳。圣地是什么？那是我们人死后被埋葬的地方。有时候我们会去看望妈妈，那个其实是她的坟墓。哦，等一下，你们是怎么到那边去的？我记得你说这里没有船。嗯，我们的朋友带我们去的。他有一种机器可以带我们飞过去，有时候也会带上我们。嗯，我们有一阵子没见到他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。可以来帮你了。南边有一个半岛的羊群在那里，他们都要待在一些不合适的地方，你得把他们赶到更暗的苔藓上。如果被困住了，可以摇铃铛，然后他们就回到原来的位置。祝你好运。南方，有了，唱歌哎！你为所有的羊类做出很大的贡献，作为回报，请收下这块上好的羊毛。嗯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现在应该有东西可以进行交易了吧？羊毛可以换什么？染料哦。我不太需要染料。怎么办呢？纪念 T 恤，我要 T 恤吗？好吧，就多一件 T 恤，我们可以穿吗？我帮忙放羊，最后只有这件糟糕的 T 恤，一瓶染料，你没有给毛线哦。哎，羽毛当笔，我们就可以羽毛笔。
那给牧羊人看会怎样？还给牧羊人。算了，我们回去拿回我们的太阳吧。哎，我们的灯泡没电了。什么意思？怎么办？啊，有了，有亮了，它亮了，它走了哦。地上有什么？一颗玉米种子吧？怎么会是玉米呢？那我们这边任务应该也结束了，我们就要回去找大机器人签名了。有个房间，好，他想要休息了。这里有床了，我们可以睡觉觉。好，晚安。